信的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们，大家好！中国是礼仪之邦，纪礼是无礼之首。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为什么？要祭祀祖先，《论语》讲的，慎终追远，明德归厚。我们对几千年前的祖先都还感恩，念念不忘，对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尊重的、不感恩的道理？所以，要晓得，这是根本的教学。祭祀的教育意义，就是提倡孝道。中国六国几千年来没有一个政权不提倡孝道，没有一个政权不赞叹祭祖。恢复孝道，恢复祭祖，常念祖宗之德，遵守祖宗的教诲，国家才会兴盛，才有和平安乐。左传说，人其常则夭信，常是无常，仁义礼智信，人要把这五常丢掉了，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这个社会上就是妖魔鬼怪。伦理、道德、因果是人的基本教育，有这个教育，家和国治天下平。中国几千年来国家长治久安，靠什么？就靠这个教育，一伦理。论语中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后犯上者先矣。不好犯上，而后作乱者谓之久也。在家是孝子，在国必忠良。佛教我们的是四条忠戒：不作过错，不谤过主，不漏过税，不犯过职。这四条忠戒能安宁社会，不做过贼决定不可以做伤害国家、伤害社会、
伤害众生的事情。波旁国主，国主是国家领导人，各个阶层的领导人，从国家到地方的官员，如果他们犯了过失，不可以批评。这里头有大道理噻，你们不能批评他，社会安定。你要批评他，会引起人民的怨恨，这就是破坏了社会的安宁。不许可的不漏国税纳税，是人民的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国家的收入靠税收，国家有钱才能替人民服务，所以漏国税是犯盗窃、偷盗窃。公共设施是依靠纳税的财物来建设的，随便破坏公共设施，这个罪太重太重了。这是向一切国人谢罪，不犯国制。国制是国家的法律法规，国家法律确定不能够违反。二，道德。孔子说，我气则得福，祭祀随顺于先德，可以累积功德福报。礼记说，夫孝者，善其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作为炎黄子孙，感念祖先的恩德，继承祖先的精神接起，并将之发扬光大，就能得到祖先负责的家庇。礼记说，临财物苟得，临难物苟免。论语说，君子喻义，小人喻于利。这是中国人的精神气节。曾经有人问我，现代人正贤为什么？我回答，正贤存到外国银行。
他们对中国没有信心，相信外国，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中国赚的钱为什么去供养外国？他对你有什么恩德？你不爱国，不爱自己的族群，再有钱到了外国，人家还是瞧不起你。老祖宗千万年世世代代的恩德忘掉了，这就是罪过。有人问我，世界哪个地方最安全？我说中国最安全。为什么？祖宗级的德厚，中华民族靠什么起家？靠伦理道德起家。纵观人类历史，全世界只有这个地区世世代代都在七宫里的这个民族的后代最有希望。三因果，印祖常说，因果者事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因果教育是诸佛菩萨大神大行教化众生的大权。如果没有因果诸佛菩萨圣贤对于世间人作恶都束手无策，佛讲地狱讲的最详细的是正法念处境，这是因果教育的教材。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为什么要那么详细的来说因果？地狱太苦了，进去容易出来难，所以苦口婆心的教诲众生，唯恐我们堕落在其中。慈悲到了基础，深信因果，不但不敢造业，连恶念都不敢起。为什么？起一个恶念，不要以为这没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那一个恶念就是一个恶因，
遇到缘，恶果现前；遇到缘，起心动念，念阿弥陀佛，果报在极乐世界。人生素质教育最重要，人要是好人，什么制度都好；人心要是坏了，自私自利、名闻利养，搞这些东西，什么制度都会出问题。所以中国古圣先王提倡素质教育，摆在第一位是有理的、道理的，就是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只要把人教好了，无论什么样的制度都能做出好事。世界上有两种人，可以救世界，也可以毁灭世界。第一种是国家领导人，他有权；第二种是媒体人，如果媒体播出来内容是正面的，是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就是在救世界。如果媒体播出来的内容是负面，都是杀盗阎王，那就是毁灭世界。最后我们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用真诚、勤信、平等、慈悲心来支持弥陀名号，就能产生巨大的力量，自利利他，祝福大家六时吉祥，法喜充满，祝福祖国国泰民安，国运昌隆。谢谢大家。